好草莓西瓜水晶葡萄好多水果甜蜜味道大口大口吃掉吃完这轮还有一轮再来一大堆蛋糕冰淇淋加奶油起司淋上巧克力的干酪吃完才有力气去把白白肉都剪掉如果你在我的面前把你也吃掉哎，大家好今天吃了这个是煮的面然后剩下全部都是巧克力巧克力女孩吗还是先吃面吧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泡的鸡爪和萝卜这个萝卜萝卜简直就是吃面的那个叫什么好搭档对有点坨了拌一拌简直比那个火腿搭档都好这是泡的鸡爪这蒜味已经很重了你煮面的手艺一会儿真是一如既往的好啊臭脚又上线了简直就是零失望泡面都能煮得那么好吃这个鸡爪我吃了萝卜你要吗你吃吧面你都吃了吧我们家传统就是四杯都是你的那你再加量我再加一口我就不客气了要煮吗不用一个这个我准备先吃个蛋糕给大家展示一下抹的巧克力酱要像切生日蛋糕一样切得那么有仪式感它这每一颗都有字啊，有中文的没有什么你喜欢的那种东西我给大伙念一下没有比冷静更让人恼火的这不是冷战吗好吃吗我直接一口懵了做了一次霸气的男孩子
我就说吧，你喜欢粉红色，一下就倒上粉红色。咋的？粉红色蓝海。还不允许老夫的色，老夫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心来着？这个外皮应该是草莓味的。这就是正经巧克力。这个更正经。一人两盒，你吃得完吗？吃不完。那我帮你。能不能慢慢吃？你吃这巧克力就跟咱们家狗吃狗粮一样。还骂谁呢？里边还挺漂亮的，嗯，每一盒的味道都是一样的。那先吃一盒，留一盒就好了。还有，嗯，是不是应该专业的漱个口，品尝下一个味道？你可以看看味道的吗？我也记不住啊。香草，嗯，这一盒也是你的了，孩子。这个是松露黑巧克力，你不要啊？嗯。黑加仑海盐牛奶巧克力，我感觉天气热起来之后巧克力变得特别甜啊，软软的，特别好吃，就太甜了。这个有点酸，是吗？嗯，我喜欢吃甜的。我看出来了，这个巧克力还带点坚果。嗯，这个巧克力酱好吃，说不上来有种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可可酱吗？巧克力酱？嗯，巧克力的。嗯，你来试试吧。你想？这是够酸的。说是，是话梅吗？不是，黑加仑。嗯。嗯，里面带点馅。不知道是找到了什么，让它酸到了。里面酱吧？不知道，好像是那个海盐颗粒一样的东西。吃巧克力吃出一种话梅的感觉，也只有我了。我感觉这个真的是有点酸。但我觉得你这巧克力酱是买的好啊。要给你剥一颗吗？坚果的。嗯。那。有个字。朋友是知你所有，但人愿与你共处的人。哎呀妈，这么好的字让我念得这么难听。我吃个粉色的。我只配吃酸的吗？别的你也可以吃，就是酸的那个我不太喜欢。
太酸了，有点不像你有宝宝了。吃多了，很想呼嘴。这样，摸一摸。再给你加点。不用。这是福根吗？我吃了。给你留一点，切一半。这是什么口味？给我留一半呢。行，把自己说的可怜兮兮。我其实我就想吃一半。你咬一半，吃不了给我。